BO 哦，这个地方打一个 BO 的指令 ，BO Enter，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建立边界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把这里面的地方、里面的部分点一下，让这里面的这个部分呢，变成一个聚合线。它会自动帮我去搜 BO 的指令，主要就是搜寻的，搜寻这一块了哈，这一块帮我搜寻出来之后的话，就会接成一个聚合线。那我可以利用这个聚合线做什么呢？做偏移，哦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有没有移上去啊？你移到圆的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边界。那我就利用偏移，因为里面呢相差多少10嘛，对不对？偏移10，然后把这地方往里面点圆的部分，圆的部分哦，往里面偏移，那这一块就好了。那再来哈，其实就可以长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部分做出来之后的话，这个圆的高是40，这个是30，里面是25，那你就可以怎么样？用那个按拉，把这个地方有没有长出来多少？40 enter。那这边的话也长出来多少？40 enter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长出来25 enter。啊，不对，应该是30，是里面才是25。OK， 好，这边再一次啊，40，这边是里面的部分是这个地方是30，啊，还有里面对不对？有没有移到里面？长出来25。OK， 最后的话呢，连集。OK， 好，那你这个地方呢就完成了，好，完成我们要的一个，这个高度好像是我刚刚弄错了。不过过程都一样，哦，这个应该是30，这个多少？这个从这边多少？15了齁，哦。啊，我刚刚给它30，反正就减掉就可以了。那，啊，里面的话就10齁，哦，那这个高度的话就是15，这个应该圆的高度就是20。OK， 好，哦，大概是这样齁，哦。你们试着把这个图形齁，哦，试着画出来看看齁。OK，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齁，哦。